啲辣椒。咁聽日幾點啊？哇！有冇一齊食飯？幾點食飯？拜拜。問啊，聽日有冇一齊食飯啊？幾點啊？食幾點啦 ？OK。拜拜。拜。你等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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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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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w we can see it 诶我发到了你看到了啊！你限咗18岁以上先至可以睇啊！啊！我一定要有一个 account 先至可以睇啊！确认咗我年满18岁啊！你等阵啊！激死宝！咦？哦，可能啱先只机揿到。系啊！不要将我限制系咯，不要将我的影片限制为紧实系咯，冇问题啊！我要設定為喂兒童以前啊，畫個頭。好啦，你喂兒童以前，然之後你又要重新 send 嗰條 link 啊？有唔同嘅 link 嘅咩？睇個 number 同唔同？我冇印象錯就應該每個一次都要。唔會。上一次。No 一樣，我冇知嘅。The same。你段片超级窄啊！超窄，只系个网速问题。好似你直播咧，唔系即时播，系几分钟之后咯。实有延迟嘅。对啊，也演太多了吧？哎，我发到你啊！见到我，你得分咩？啊，你限咗18岁以上先至可以睇啊！啊？点解咁样？可以训你啊！得唔得？我冇听，听唔听到啫？好。听到啦，嗰个瞓啦。听到。好，游戏截取在上面。好，因为是两个视窗，进入游戏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视窗截取就大厅这个截取会消失，所以说会卡在最后一次的那个画面。很多观众就是卡在可能是倒数的那个地方，或者是显示说你在进入游戏，就是你没有做另外一个视窗的截取。好，那只要这样子配置就可以了。
我就开一个游戏给大家看一下。截取任何全萤幕程式。好，游戏截取在上面。好，因为是两个视窗，进入游戏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视窗截取就。就是游戏大厅部分，按这个选择视窗截取，照理说应该会直接截到你的英雄联盟。好，如果没有截到的话，在这边选择英雄联盟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按一次新增，选择游戏截取，选择模式是截取任何全萤幕程式。好，游戏截取在上面，按这个截取，很多是说你在进入游戏就可以了，我就开一个啊，按错了，对不起，把它删掉了。我也是为了做教学才去把那个进士通载回来。好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吧，我也不太确定。好，随便选个角色。好，那看一下，这个现目前还是游戏大厅的视窗，那它的截取可是已经消失了，那就不用理它。好，那把它拉到最大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它，那就不用理它。前面的视窗截取就是游戏大厅的截取，可是已经消失了，那就不用理它。好，那必须设定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可以按 Ctrl， 对不起，按 Shift。就可以不无视它的比例这样拉了。好，那我们确定一下是不是有成功截取到，还是只是画面而已。那我拉到别地方再跳出来看。好，看来是顺利截取到了。好，这就是英雄联盟的截取了。那我们跳出来，假设我们游戏结束了。